我们现在来到了，就是这个哈密五瀑的一个叫拉布乔克的一个古城，也是叫白羊沟古城，它是跟那个就是我们刚才去的，就是白羊沟佛寺遗址是一脉相承的，所以这边呢是一个古城，也就是说这个地方是，它有城墙，对吧？我们刚才都已经看到了。十几年前我来过的，是来拍的时候是太阳从东边升起，今天我拍的是太阳刚刚从西边落下，所以这个对比两个就是纬度的这个光线我全都拍了。